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自从歌手停播之后，我们的歌就逐渐接过了重任，一路朝着华语乐坛阵容最强且内容最丰富多彩的音乐节目发展。尤其是这段时间，随着我们的歌第二季的热播，外界出现了相关不少的讨论声。不过呢，其中有对于全新一季节目的肯定，也有对部分环节提出的质疑。比如说嘉宾阵容就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了，或许是因为第一季太成功，以至于大家对我们的歌这档节目有很高的评价，这原本应该是好事，但恰恰也就是因为第一季的起点太高了，导致第二季出来之后反响平平。虽然也有热搜和收视率，但是整体相较于去年的话差了很多。尽管这么横向比较是不公平的，但是第二季后浪歌手整体表现不如去年已经是成为了客观的事实，是现在整个节目最严重的问题了。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尚未露面的 X 嘉宾就成为了 A 组最后的希望。此前有不少的网友猜测 X 嘉宾会不会是上一季的人呢，比如说周深或者是李克勤，甚至直接让秦深深回归。虽然这种想法很好，但是根据目前官方的爆料来看的话，几率不会很大，因为 A 组的 X嘉宾呢将会是三子歌手，所以我们首先可以排除掉周深。至于有没有可能是秦深深，就看节目组是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了。而正经推断的话， A 组的神秘歌手 X 很有可能是邓紫棋或者是张艺兴其中之一。首先张艺兴作为我们的歌第二季女邀嘉宾，此前就一直是节目大力争取的对象，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招商会上的海报，除了张艺兴之外全部都邀请成功了。另外根据之前的爆料来看，张艺兴今年很有可能将会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出席，只不过具体上几期节目呢还不确定。综合各方面线索来看， X 张艺兴有非常大的概率。至于邓紫棋同样呢也有说法，此前在官方给出的嘉宾猜谜当中有一只金鱼的图案极其抢眼，网友呢也是一眼认出了这个标志在暗示邓紫棋。而作为新生代最顶级的女 vocal， 同样还是以足以带动整个节目的顶流的嘛，如果说能够在这个时候把邓紫棋请来救场的话，无疑是对 A 组的一大助力。其实现在 A 组缺的不是 vocal 也不是创作型的歌手，真正让节目陷入到口碑低谷的原因是希琳娜、艺高、太一、冯提莫这几位嘉宾不够活泼，而且呢基础流量略显冷清了。虽然同辈之中已经很优秀了，但是和上一季的肖战、周深等人比起来的话，不仅缺乏整活手段，而且呢号召力呢更是差了一大截咯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给出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